对，那天你不是在熊在哪里比赛？你不就那吗？是你吗？还是国伟？不是不是，那个是板凳。那个矮那个。没跳过。啊，是。没跳过。那打 A D 的不错。很稳的那个。就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，开球挑你的。在那个运动室啊，休息啊，下去啊，挂掉了。自己是医生，在医院也是没有办法。那当然是一个高级的，不过，有种是近视近的，有种在，真的是挺无脑的。
我很像，真的很像。就是突不出，后来就是越来越，他叫了你要摘，而且可能他又把那树老，真的想买。如果今天要去做实体店，不要开玩笑。我去年就做了一次嘛，因为我突然间晕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理由的。晕就有问题，结果。不是，他只是放一个，放一个药丸。哎，看你喝那个东西是不是？然后太糟的时候啊，你的血管哪里有塞？全身的血管全部清楚。四千。哦，他整个包括跑步，然后心脏全部整。你是这样。如果你跑步了，觉得需要，觉得你的心率不对，他就叫你照这个。一般你跑步心率 OK， 还跑步你就照。那个我是自己去，因为晕啊，然后医生说我没有事情嘛，你怕不怕？我就怕，没有事情为什么晕到这样？很多都是这样搞的，很多都是这样，没有事情就上去就去了。所以我就说。啊、我在前两天我是很受影响，就是我做节目，我解释去医院嘛，那个院长啊，他说，那就是因为啊，我就刚看你事情，这个无奈就他做阿姨他不行，哇，经过很多这个过程，要不然你真就只是没有没钱的油，没有账面的油，医生讲没有事哦。不是，其实你现在照心脏，我是照的，我在不是很多。要照，久久照一次也要，因为你塞血管，不知道啊，其实会塞的。没有了，